这边是金站的四楼，楼上就是微秀啦。像这里有星巴克，然后待会要去这个享食天堂。哇，已经都开始准备了哦，电话预约、网络报到处，超多，已经有一堆人开始排队了，大家都要去这个享食天堂。各国的美食都有。哎，丹尼嘛，即使有定位还是排队嘛。毕业季、谢师季。哎，午餐798，你要跟？哎，到星期五也算了。晚餐才是假日的价钱。哦，那个这样，那个品花苑，我完全不会想去嘛，一个人1000多块，1000多块啊，无食较好啊，好像在工厂吃一样。时间自由就是有这个好处，我平时还可以吃到比较便宜的料理。